第九、第七、第八。三密例会，你们现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嗯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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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个地方。你打算去哪儿旅游？请三密。哪儿好玩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嗯，好，来。第二个，什么时候去？什么时候去？我们请例会。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就去什么时候。嗯，什么时？可以说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就什么时候去。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就什么时候去。把什么时候放在前面，什么时候去？第三个，来，例会。例怎么会，去便利，我就去怎么。我就怎么去？怎么去？你看，你看上面，哪儿好玩，我就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哪儿好玩，我就去哪儿，去哪儿，去哪儿，去哪儿干嘛呢？来，你看一下，可以把旅游放在后面。哪儿好玩，我就去哪儿旅游。什么时候去？什么时候去？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就什么时候去。怎么去？便宜，我就怎么去。我就怎么去，怎么去？好，来第四个，山蜜。山蜜跟谁一起去？哦，山蜜离开了。那我们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哦，山蜜回来了，山蜜回来了。山蜜，你现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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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来，你可以把第四个告诉老师吗？这样说，这样来说。来，第四个，山蜜跟谁一起去？用这个来说。来，山蜜，上课的时候，山蜜告诉老师了。山蜜可以再说一次吗？山蜜跟谁一起去旅游？山蜜可以怎样说？是单个窗口。山蜜，你上课的时候告诉老师了。妈妈去哪儿，山蜜就去哪儿。来，山蜜，你把第五个说一遍，可以吗？妈妈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嗯，来，第五个，第五个。你看到了吗？第五个。山蜜住在哪儿？看到了。好，那和刚才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山蜜住在哪儿？住在哪儿？哎，山蜜想一下。来，爸爸妈妈住在哪儿？山蜜就。住在哪儿？
很好，很好。来，第四个和第五个，老师现在来问善密，善密告诉老师可以吗？把它全部说完，全部说完。好，开始喽。善密，请问您旅游的时候跟谁一起去？来，善密妈现在可以告妈诉老师吗？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很好，很好，好，来第二个，山蜜，请问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打算住在哪儿？爸爸妈妈住在哪儿，我就住在哪儿。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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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第六个，第六个，来，一会，请问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打算吃什么？什么东西好就我就吃什么东西。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第三课哦，上次我们讲到了课文三，是吗？课文三，山蜜，你现在看到课文三了没有？看到。哦，好，课文三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复习，一起来，全部一起来。小刚，我们坐哪儿？小刚，我们坐哪儿？好，第一遍，第一遍，生命例会，你们仔细来听，听完了之后，我再请你们两位读。小刚，我们坐哪儿？你坐哪儿，我就坐哪儿。你坐哪儿，我就坐哪儿。坐这儿吧，这儿安静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你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你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喝可乐吧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喝可乐吧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小丽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我就去哪儿。我去洗手间，我去洗手间。好，夏蜜，夏蜜，你小丽可以吗？小丽，来，例会，小刚。小刚，我们坐哪儿？你坐哪儿，我就坐哪儿。坐这儿吧，这儿安静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你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喝可乐吧，你等我一。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小丽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去洗手间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山蜜还有丽慧，我们以后读课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这个人。小丽，把山蜜读小丽的时候，山蜜，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小丽。我们这样来读，这个语调还有声音，我们可以模仿，可以模仿。来第四课。山蜜，重来，重来，我知道，山蜜，例会，你们看到第四课的问题了吗？看到了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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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他们几年没见面了？第二个，第二个。那山蜜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把问题读出来，可以吗？你的有什么变化？第三个，周太太和周明，他们两个，谁做饭？谁做饭？好，来，请看到问题，看到问题，请看到问题，在周明家，在周明家，
快5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。是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？我做，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山蜜，你会，第一个人是老同学，第二个人是周太太，周太太，周太太。OK， 老同学说，快5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。健康，健康最重要。胖瘦没关系。是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？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？我做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问题。山蜜，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？来，山蜜，你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山蜜，山蜜。老师看到山蜜了，山蜜还在。山蜜，你可以打开摄像头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好。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？没关系，你听丽慧怎样说，好吗？来，丽慧，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？5年。对的，老师也知道，对的，他们有5年没有见面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快五年了，你几乎没什么变化，对吗？对。好。那第二个问题，山蜜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什么变化？周太太有什么变化？他变得怎么样了？他长胖了没有？有。好，对，他长胖了。我看到双马了。双满，早上好。陈老师，早上好。双元、双满，你们都到了。好好好，你们今天是一起用一个电脑吗？是。好，非常好。见到双元和双满，老师很高兴。因为上一次没有见到你们。我有事情。你有事情。我上个星期六、星期天有事情。好。双元呢？我有事情。你也有事情。很好。下一次可以提前告诉老师，在上课之前告诉老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山蜜。现在我们双元双满，现在我们学习课文四第八课的课文四。请问双元双满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很好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听。山蜜刚刚说周太太她有变化，她变得怎么样了？变得胖，变胖了，他变得很胖，为什么呢？
善丽，为什么呢？你听到了什么？因为他以前的衣服现在还可以穿吗？不可以。啊，不可以，因为他变胖了。对，很好。那第三个问题，周太太和周明谁做饭？他们两个谁在做饭？那山蜜，你再想一下。他们两个哪一个在做饭？饭是他们两个哪一个在做？周明，啊，周明吗？好。那例会，你听到的是什么？他们两个哪一个在做饭？周太太，周太太。为什么？周太太她怎样说的？周太太她说说。我做饭。我做饭，因为他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对吗？他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对，好。来，双元、双满，双元和双满，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第四课？课文四，看课文。到了。好，课文四，现在呢？看到了。好，非常好。那老同学，他说，老同学，山蜜，请看，老同学他说的，快5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那么，老同学就是。以前的同学，他们5年了，没有见面，你几乎没变化。好，双元和双满，山蜜，请仔细来听，等一下，请你们来读。快5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，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。是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？我做，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我做，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好，那我们先请例会老同学、双满、周太太。快5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。是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做饭还是周命做饭？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对，很好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好，现在老同学，双元，周太太，山蜜。快5年了，几乎，几乎没变化。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。是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做饭还是说明？
做饭。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很好。那这里有胖瘦，胖瘦，胖瘦，还有几乎，几乎，几乎，你几乎没变化。来，双元，几乎。几乎，对，几乎你几乎没变化。好，还有健康，健康，健康最重要，重要，重要，最重要。胖瘦没关系，胖瘦没关系。好，来，这里健康从这里开始，双元。健康最重要，胖还有呢？瘦没关系。很好，胖瘦，胖瘦，胖瘦，好，双元，请问你喜欢胖一点还是瘦一点？瘦一点。瘦一点，好，但是老师觉得，双元现在很好，很好，不胖也不瘦，这样很好，健康最重要，健康最重要。那双元以后也可以这样说，我觉得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，胖瘦没关系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课文。课文一，现在有看到吗？看到了，好好好好，一，女的最近打算做什么？她看了几次？看了几次？看了几次房子？她看过的房子，她觉得满意吗？她为什么？为什么满意？为什么不满意？请大家想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听。课文一，好，双元啊，双满，胜利例会。请仔细来听。同事和小丽。第一个人，同事。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？是的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再去看看，明天再去看看，都不满意吗？一个电梯。一个没有电梯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二十层。二十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啊！往下看多害怕啊！好，第二次，第二次。同事，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。是的，昨天去看了看。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，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梯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二十层，二十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啊！往下看多害怕啊！害怕。好，来，现在请问。请问，那第一个双元女的打算做什么？最近打算做什么？
出去。出去，出去做什么呢？他们是想，这个，女的，她打算买什么东西？双元，你再想一下，他打算买什么？他说：“听说你最近打算买什么东西呢？”啊，那双元，你请山蜜来说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山蜜，请你告诉双元，他最近打算做什么？女的最近打算做什么？山蜜，山蜜还在。山蜜，你有听到吗？你刚才有没有听到？他说女的最近打算做什么？他想去买什么东西？你有听到吗？山蜜，如果没有听到，也可以告诉老师。双元，你有听到吗？听到。有听到，有听到，好。那山蜜先暂时离开了。那蜜会，你有听到吗？女的最近打算做什么？买房子。好。那双满，请问女的看了几次房子？她看了多少次？2次，2次，为什么？你听到了什么？他是什么时候去看的？我忘昨记天。了。好，是2次，昨天、今天，对不对？然对。后明天，对，明天有，他说明天再去看看，明天再去看看。好，那请问例会，女的看过的房子，她觉得满意吗？不满意，不满意，为什么？一个房子没有电梯不方便，一个房子有电梯，但却有20层。20层。好，双元，女的。为什么不满意？20层，他为什么不满意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双元，你觉得20层的房子高不高？高，非常高。好，那女的她说太高了，她往下面看的时候，她往下面看的时候非常怎么样？哎。非常，他往下面看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害怕，因为太高了。他在很高的地方看，往下看，他觉得很害怕，他觉得很害怕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看。山米还没回来吗？现在有看到吗？双满。看到了。好，那我们请双满，这是为什么？不能放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就不放映了。
来，现在看到了吗？来，我们请双满，双满全部可以吗？可以。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，是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，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力不方便，一个有电力，但是在20不二十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，害怕啊！对，多害怕，害怕。嗯，双满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啊，老师觉得双满可以。嗯，好。听说，满意，满意。电梯。方便。二十层。太高了。往下看，多害怕。好，现在同事例会，小丽双元。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，是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有再去看看，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力不方便，一个有电力，但是在二十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，多害怕啊！多害怕，害怕。嗯，电梯。啊，很好，方便。嗯，双元，请问你家住在多少层？住在第几层？好，不知道。嗯，那嗯，双满，你们家住在第几层？房间呢？嗯，层哦。双满，你上一次是不是没有来？哦，层，他是说的楼。那双满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层。安静层，这里。层，双满，你看到层了没有？看到了。嗯，层，你来看，这个层它用在有楼的地方，楼可以数多少层，蛋糕也可以。这个像蛋糕，但是这个是楼房，它是楼房。你看一下，这里有多少层？四个层，四层，一二三四五六左右。双满，你再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有多少层？六个层。哦，六层，对，六层，对，不要，没有个。哦，我们就说六层，对。如果双
如果双马住在第二楼，第二楼，可以说在第二层。哦，好好好，层层，从。层。那双元，请问你住的地方方便吗？方便，方便啊，为什么？山蜜，山蜜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老师等了很久。双元，你为什么觉得很方便？因为很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近？是。很近，好。离什么地方很近？离二层，离客厅很近。你的房间有没有离客厅很近？有。好好好，非常近，这样很方便，很方便。来，现在，同事，我们请双元、小丽、山蜜。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，来，山蜜，老师看到了山蜜。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有再去看看。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天梯，不放，不方便。不方便，一个有天梯，但是在20。层，成20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坐下看多害怕，害怕。很好。那山蜜，这里是往下面看，我们可以说往前走，往前面一直走，往前面走。还有电梯，看看，看了看，看了看。来，山蜜，你可以跟老师一起来吗？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有再去看看。还要再去看看。还还有，要再去看看。对的，很好。还有电梯，方便，波一按电，方便，没有电梯，20层，好，来从一个这个地方开始，可以吗？下面。一个没有什么，从这里开始。电梯，老师还要再听一遍山妹的发音。
下面。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。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。这个地方，这里这个汉字，这个汉字，方便，你来看一下，方便。多，方便，很好，方便不是骗，是变，波一岸变，方便，很好很好，来，你可以再来一次吗？一个没有电梯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但是在20层，来，下面。请再来一次。一个没有电梯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。很好，很好。那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，你看一下。害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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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害怕，怕，害怕。对，害怕，害怕，多害怕啊，害怕。来，下面，害怕，太高了。太高了，往下太看，多害怕，害怕，太高了，往下看，多害怕啊！很好，很好，来，山蜜还有双圆双满例会，打开作业，打开你们的作业，可以吗？全部来做作业，做完了才可以下课，把没有做的现在开始做。双满，先让双满看一下他的作业。好，来，双满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来，这个是双满的。山蜜，你还没有做这个。现在可以打开所有的作业。做完了才可以下课。打开谷歌课堂上面的作业。双元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。啊，你看，老师要给分数，要给分数。没有交给我，没有交作业，就没有分数，所以一定要写作业。双满，都是写了作业的，就只有这个。双满还有双元啊，老师说过，每一次的作业，双元、双满、山蜜、例会，我们都可以写两次，老师给最好的那一次分数。来，双元，你看到了你的吗？看你没有到交，了，
好，你没有交作业哦。请双元一定要交作业，不然没有分数。好，山蜜也一定要交作业。好，那现在，请开始做作业，我们一起来做，一起来做。做这个，第一个。来，现在开始做，全部一起来。一定要做，老师要给分数。现在开始做。双元，请打开作业，打开作业，看到了吗？这里，Hello。对，第一个，阅读测试，新汉语阅读测试。你会做完了，很好。那例会，你现在有看到你的作业吗？第一个，看到了。非常好。那例会，你来做
第六课和第做 Socrative 没有做完的，我们继续做。那一会你先做完，你来做这个 Socrative 吧。稍等一下。一会我们先来做第八课的拼音。第八课。一会已经进来了。庄园，你看到你的作业了吗？看到。看到了。我们，如果以后当别人问到我们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。你看到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如果我们已经看见了，看到了，我们就说看见了，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双元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晚上。你晚上，你今天晚上有时间？对吗？对。好好好。老师再想一下，要不要给你说这样的题怎样做？双元还有山蜜，像这样的题，第四部分，你们请一定要认真听讲，可以吗？双元，明天早上。可以来听课吗？可以。好，请双元一定要，在你们那边的7点，对不对？7点的时候，请双元一定要来，因为你这样的题还没有做好。我们仔细来听讲，这样的题应该怎样做？93。例会，你的 Socrative 93分。好，例会你可以下课了。例会可以下课了。你 worksheet 没有问题。老师，我好了。你什么做好了？我看一下。跟老师再见。
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我做好了。啊，我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嗯，山妹，你做得很棒，很棒。双元，双元，那明天老师花10分钟给你说，好不好？双马，双马，你要加油哦。等老师再见，等老师再见。嗯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好，山蜜，老如师再果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山蜜，再见。